直接去追击了，带着周品言。哎呀，God V 直接被撞飞，又枪，难受啊！这局航线太靠南部了，是回不了家就够难受了。嗯，这个车看到，房顶要小心的。哦哟，漂亮 ，Longskirt 这波出手又打了一个啊！对，一个侧摆头直接秒掉。大兄弟们，是的，他们这波穷到拿 VSS， 并且有的人没有配镜。打完了，结束完了，来，龙将军一穿三，漂亮，谢谢老铁观察周边的情况，确实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迹象表示，完了，这还收枪跑了，吓一跳，这个真的很恐怖，嗯，跟上局那个炮楼异曲同工之妙，是的，哇，开车过来了，车上来 Loki 也会直接摸的，那要抓七七一个出枪的timing，果然抓住了。这个已经不单单是狗眼了，就是明摆着要把这个人打掉的，就是要吃你，就很，这波是，这个就是分踩被发现的一个情况。对，是，就为什么我们之前说那个压力你给了没有用了，现在，就打这种洲际赛，邻居相互之间，我没位置进了，是头车，放头车啊，打二车，打第三辆，啊，这波对方是乙啊，直接开车乙了，宋湘自己把自己给撞掉了，是辆自爆的车。 远处啊，Summer这个角度有点太远，爆炸了！哎，有机会，打个必杀的机会，哦，插一枪，插一枪 ，OK， 可以啊，OK， 还行，慢慢读信息打。哎，这边被抓了个 timing 啊，不知道人在围墙。小鹏侧面还跟 Q 在对坐着，回防区了，啊 ，Q 也摸过来了。 雷很漂亮，哇，这个雷卡到他的嘎吱窝里了，是的，非常的精准啊。第二颗雷没有补到，那成最后一个了。只要人锁定之后，还能拉一手。但是朴老师的出手将小鹏放倒，那是不是一打一了？还剩一个 Summer， 下老六打皮老六，6对6，谁是王牌老六？哎 ，Summer 高大地，但是可。 塔拉瓦其实感觉也是叠了歪城也打得一般般，塔拉瓦以前在 Y 城的时候打的还是不错的，就有些决策方面可能有点怪，你就比如好像就要贴了，这边往大唐的方向啊，第一手新人没有打下，两个人三人同时下车，先打一个，但是进来的这个过点被穿了，龙宗全一串二，哎呦这波投掷物被抓住了 timing， 啊龙宗全想当然了，十一兽直接提进来。 最后七滴血锁住，拿下了这一波。哇，真的是直接撞啊！就要来个大的。是的，而另外好像有其他队伍对这个位置也有一些想法。KDF， 牛嗨皮来了，哇，直接开车怼进去了，他直接开进来了，两个人都是残血，一枪就倒，三个人的一个三面包夹。 刚还在想 New Happy 能拿什么位置，New Happy 直接拿了一个，告诉你下一圈中心点的位置。去摸，他一直在守着西边，就东面的信息他也不知道嘛，渔村错综复杂的。听到声音了，哇，在和 DK 对枪对的好快乐。哎呦，这个过点，小叮当啊和马云龙的一波配合出枪，分数是已经拿下了。 这波对于 Peril 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嗯 ，Peril 等会儿要攻接近那个山头的时候，压力也会稍微小一些。对，背后没人很好。嗯，是的，这波人数也减员了，位置锁定就在底坡烟里啊。另外一次 DK 的这个角度也能出手。哇，这个两个肉包铁，就差一枪了，这一枪漂亮，分数拿下了。哎，右上角看到 New Happy 在刚才把厕所里的美卡给打掉了，那USG少个人，他很怕牛Happy压上来，他现在真的很。 慌，是的，牛还比来，他是架着可以给你丢雷的，对，这个还是要打的，再看，再尝试，前面的反坡能不能送过去，有没有机会能丢雷，这都要考虑的。哦，Pyro想要把这边的北部的分看能不能收下，嗯，马哥已经被小崔打倒了，小崔在厕所里面，这个架枪，哦，往这个天霸的角度扔雷，看到一个头，哎，打掉了，自己也被歼击给抽了。 这边 DK 还是要打，他也没角度可进了。这波只能一路往前推，那这波至少还有个打架的空间。
哎，这波 summer 出镜，对，还是摸掉了一个，把楠楠给补了，啊，打了 new happy 个措手不及。看到这个独狼是 summer， 能想到这一点，但是对 new happy 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噩耗来的稍微早了一点，嗯，就这样的话 ，USG 是有反压制他的机会的。另外一边主画面边 ，KDF 和 DK 还没打完。正面直接给 carry 一条反扑的优势，还是守下来 ，Foxy 没了，只剩闷头一个，还有 Lucky， Lucky 侧面能不能给点压力呢 ？Lucky 老哥已经去了对面，那闷头直接进房了，有没有听到声音了？打过点侧身能打，啊，被守的拿捏呢，是剩最后一个了 ，Lucky 这波扫掉了一个，和 carry 为自己的耍帅付出了代价，强行要拿分，啊，赶紧拿手雷反制一下，嗯，这分还没有拿到。被蓝军放倒，你说现在 KDF 就两个人 ，Loki 其实有 pick 的机会了，再来一个，一打一了，一个。是的，不过这波奸计过来摸就舒服多了，全没了，剩最后一个一发手雷。啊，这下就把这个坡给奸计双手奉上了，拿下一分啊，锁住，嗯，他还能防守奸计，他可能像个门铃一样。咱们再看。啊，对手一颗雷先把幻神给炸倒了，哎呦，幻神这个点是一个衔接位，啊，在中间的，看一下 summer 第一视角，好，后面知道奸计过来了，哦，直接一枪头，再来一枪就差一枪，哎，漂亮 summer 该拿分，summer 是个消音，好像奸计第一时间没判断出来，有点茫然，嗯，厕所里面怎么能有个人呢，进厕所了，那先回到 USG 和 new happy 的战场，从位置角度来看的话 ，USG 因为踩了高点啊，视野更好。这波算是帮明明小卖了一波，明明啊被压制了啊，这波还是有一点点小的高点优势，不过还好。是的，不，侧面直接拉底坡要主动进攻，一换一，48点血下他，漂亮，还是明明吕布，夫人 ，Summer 来了。有烟线的遮挡，应该暂时他打过环的，没扔到，往这个蓝圈走了。但是补掉了一点血量，是的，补掉了一点血量，这杀还是跳到 USG 账上了。主要是被炸的听觉上有点失灵，这动作会不会考虑去包一手？哎，雷血残的血量直接压前，应该是将 Summer 给带走。一个人影响了整个右下角的所有格局，是的，全部打成已经被震慑到了，懵了，嗯。其实现在对 IFI 来讲拿着 Salus 信息就可以了，嗯，就捏了个雷，楼梯被直架了，闪得很快啊，第一时间闪了，但是 Salus 这一波，哎呦，还好最后 Losker 稳住了，还能拉一手队友，但是右下角的战斗还没有结束，角度也好，嗯，可是好在他这两边还在打，就是，他这个反斜宽呀，啊，嗯，你看，哎呦，又 pick 掉一个Adder 这个反斜，它是可以找角度的。哦，他还想一个人拉出来观察一下防区的情况，又被打掉了。那最后是一个4-2。哎呦，这奸计上分上的快呀！翻，看近点的处理排点了。左侧身全漏的 ，Adder 打一个换位置，防止吃雷。队友架不住，就别架了吧。Adder 正面对位1-1，一颗雷没有炸到 Inonix。又赢了，又打一个，旺仔再来，再掰，全正面的希望，全村正面的希望，啊，顶住了 ，OK OK， 哦 ，Inonix 巨残，想扶吗？打一个夹角 ，Inonix 选择正面直接出街，有一个过脸机会，有没有抓到？他想制造，想补人拿分，侧面 Monster 上来，各种道具狂丢。在眼里面硬混打第二颗能不能收下出枪还想白人洗头了旺仔 OK OK 恭喜 FTY 全村的希望啊